先去接我爸，我还有点事要办，我尽快跟你会合的。那我去了。嗯，到了给我消息。哎，你说我这么去见你爸，会不会有点突然？不会。我去了。嗯，去吧。哎，你好，您是吴老师吧？我是冯天蓝，我快到了。小冯啊，那个葡萄跟我说了，一会你到了直接找我啊。哎，好嘞，那咱们一会儿见。伏羲祸所依。他审我，也可以看作是我审他。王大爷，对，我姓王，你得一分。您还能记得您昨天都干什么了吗？还能干什么？我干什么你们还不知道？一点印象都没有。一个片段也行啊，天天一个样，老子倒背如流了都，就是不告诉你。护士跟我说，给您的药您一个都没吃，偷偷埋在花园里了。您得配合我们，这样才能一天一天变好，您说对吧？天天让我吃药，让我躺着，我还能变好吗？您放心，我们现在正在全力地联系您家里人。我有家人，我想起来了，船。是您作业的时候，还是当船长的时候？哎呦，我还是船长啊！您还能记得是什么时间吗？千禧年。千禧。21年之前。有这么久了？有。你说，我有家人。您有家人，您有妻子，还有一个女儿。今天恢复的不错，按照这样恢复下去，我估计……那他们为什么不来看我？哎呀，最近还挺忙的你。老样子。我啊，就觉得你们这是病人多你们就忙，我还真希望你们不忙。
不忙，我们就全都失业了。哎，好事儿、啊！你一失业就证明一个问题，病人少了，病人没了，全民健康，对吧？嗯。他好点没有？还是迷迷糊糊的，比之前刚送来的时候还严重了一点。不过这种病，只能慢慢的缓解，没有什么能根治的办法。我们工会啊，上个月也刚送走一位，也和他这样，独居老人。哎，听说你们联系上他女儿了？啊，一会儿有个小伙先过来。哎，我都不知道打多少个电话了，这两天才答应。你说这多大的冤仇啊！你就这么久了，都对他爸爸不闻不问的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具体怎么回事我们也不知道。那个医生，我想问一下王和平，王老先生他现在病情怎么样了？你是他什么人呢？他女儿汪葡萄，是位作家，我是个编辑，我是他朋友。不是，说朋友有点生分了。男朋友？那他自己怎么不过来呢？他正好有点事儿，随后能到。准确来说是今天晚上能到。那你让他自己过来吧。不是，大夫是这样，他想委托我过来看看他父亲，然后顺便把他接回去住两天。王和平有阿尔兹海默症。院里要求必须得是直系亲属才能办出院。不是，大夫，您看，要不，就，你让他自己过来吧。哦，对了，你现在赶紧过去看看他吧，已经很久没有人过来看他。张练操，送晚饭，嗷嗷嗷！嘿嘿，再来一只。得，新的一天开始了。天罗地网的，我哪有机会跑出去啊？老王，有人来看你了。你谁啊？王老先生，我是你女儿的朋友。女儿？对，你女儿。哦，对，我有个女儿。老王，小冯好心好意大老远来看你，对你热情点。我不认识他。行，你们好好聊。谢谢啊。
王老先生，我给您带了点水果。王伯伯，是葡萄，啊不，是西文，是西文让我先来看看你。西文，西文，得嘞，机会来了。王伯伯还记得你女儿呢，记得，西文，西文，嗯，记得就好，记得就好。那你是谁啊？啊，我是他，我是他朋友。你他朋友？嗯。你多大了？今年25。那不能够。西文才17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是谁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王伯伯，我真的是他朋友。你说你，我18，我想起来了，我今年18岁。18，瞅着老了点儿。你说你是他朋友？对，我是他朋友。你身高多少？183。个儿还可以啊。哪儿人呢？山东人。你爸妈都在吗？身体挺好的。嗯，有没有兄弟姐妹啊？将来会回山东吗？之后应该还会在北京工作。离得也不远嘛。嘿嘿，你是先来看我的，还是带着他去看过你父母了？我父母。你父母不支持你？他们倒是想让我回去，毕竟家里还……没关系，那些都不重要，反正我觉得我还年轻，可以多去试试。你拿我女儿试试？我一直都还挺努力的，尤其这段时间，你女儿还挺信任我的。她才多大？慢点，乱了。乱了，咱都说乱了。乱什么了？乱什么了？乱，没乱，乱了，一点都没乱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就想占他便宜，不是想占他便宜是吧？你们家都替你找对象了，你还来招惹我姑娘干什么？到北京去干什么？到北京学还上不上了？我舔着脸帮他找到一份工作，就等着他快点毕业了。你怎么都你都多大了？你不要脸！我怎么不要脸了？哪有啊？西文才17，他27都多了好几年了。27，他30都多好几了。我说你们父女俩怎么都一个样啊，说吵就吵，说来就来，一点都不讲理。西文30多岁了。西文30多岁了。我要回家做饭。西文要放学了，我要给他赶快做点饭。你不知道这儿的东西太难吃了，真是这儿的东西我女儿不能吃的。对对，你是怎么来的？坐公交车能到我家吗？那个我开车来的。太好了，谢谢您马先生。我姓冯。喜欢冯，很喜欢冯。这种离谱的感觉好熟悉，这边。上一次我有这种感觉，
还是王捕头让我开车送他回海南。什么情况啊？幸亏我平常有观察地形，要不然没那么容易就跑出来了。你们父女俩还真是一模一样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你才18就开车？王爸爸，我有驾照，而且18都合法了，不信您看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吴老师，你怎么能带着老人到处乱跑呢？不是我带他走的，是老人家带我走的。别跟我说那些没用的，老王出什么事儿？你负得起责吗？赶快把老王送回来。我不要回家。不义气，他说他不回家。吴老师，这事情发生了很突然，您放心吧，我们就稍微回去一下。他是个病人，你听他的。希文要回家吃饭，我一年才回来一次，我要回去做饭。吴老师，是这样，我们就回去一天，就一天。您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老爷子的。明天我一定会安全把他送回来，好不好？等容一下，你讲给蚂蚁听呢。对，蚂蚁王国。吴老师，他女儿也在回来的路上，而且他爸爸就是想回家给他做顿饭吃。您放心。我明天一定回来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那这样，有什么事儿，我们随时保持联系。我也给葡萄去个电话。好嘞，那麻烦你了。王爸爸，咱们回家。好。今天是我和王捕头认识的第25天，我终于到了他一直不敢回的家。夜间到了，时而清醒，时而糊涂的王爸爸。这些是我给他买的小玩具，他自个儿在海边捡的贝壳。
啊，你那个网子也是我给他编的，可以挂点小东西什么的。这是我第一次这么真切的了解他的过去。是昨天做好的菜，希文说他想吃红烧肉，明天还要参加年级测试，他怎么就……王伯伯，您别着急，不用着急。不急，我怎么不急呀？现在市场都关门了，什么也买不到，做不了了。没事的，没事，咱们可以点点。点什么？怎么点？点什么？点火箭。你好，您的外卖。哎，你好，好，谢谢啊。怎么点的？哎呀，王伯伯，您可……哎，那我教教你啊，其实特简单，咱们先把这软件打开，然后呢，上面是地址。甜甜的，再焖个一分钟就行。一分钟，好。火是不是有点大？不大。行了，吃吧。来，拜拜，筷子。希文打小就爱吃红烧肉，而且还特别挑剔，一定要吃肥瘦相间的，比一般的红烧肉再甜一点点的。我小时候最喜欢吃我家做的红烧肉，你知道吗？我家做的红烧肉跟别人家是不一样的，我们家做的红烧肉是家老爷子。是，他之前也有提到过妈妈牌红烧肉的故事。胡说！哎，宝贝，你怎么哭了？妞妞送我的玩具丢了。哦，玩具丢了。不哭不哭，爸爸来想法子啊。来，我们就编个挂网，像那样的啊，我们把玩具挂上去，它就不会丢了，好不好？给你一条。知道希文为什么那么爱吃红烧肉吗？因为他妈妈不会做，永远做不出这个味儿，
只有我做的红烧肉才是希文最爱吃的。哎，我女儿我知道，所以她老爱念叨嘛，什么妈妈牌，正经的爸。你到哪儿了？我和你爸已经把饭做好了，早点回来。有一些美好画面会超越时间，有一些相遇会让命运重新装点，心事篇里的每个晴天，用微笑与信念去迎接。凋零的花朵曾经治愈了世界，种种际遇或许是在为某人铺垫，距离下一次欢喜却远，还需要经历什么蜕变？夜色的火耀眼，却让我不想眨眼，在你的余温熄灭之前，坐在我的旁边，总有些爱情不会变迁，给你的礼物装满誓言。灯火耀眼，纷乱却让我不想眨眼，在你的余温熄灭之前，坐在我的旁边，总有些爱情不会变迁，给你的礼物装满誓言。爱情不会变迁，给